朋友，你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韩哦。哎，很多人哦，其实不懂我最近在忙什么，有 Steady Gang 啊 ，Inbox 我问我，哎，多多，你到底最近在忙什么？我来正式的跟你们讲一下。其实呢，我最近忙蛮多东西的。第一，我的直播平台 TOS。Tomato Online Shopping， 还有 TYS， 就是 Tomato YouTube Studio， 就是做回 YouTube 的东西哦，正常哦，这些配啊，拍 Vlog 啊。TOS 呢就很多东西忙啊，因为 TOS 呢我要去找货源啊， Facebook 直播卖东西，然后最近一直在忙这些东西啦。TOS 那边呢，我就用我自己的 Fan Page 来开，后来我发现到不可以，因为我的 Steady Gang 啊是洗尾怪人的，乱乱给我按下单的，然后弄到我存了一大堆货，然后那些全部爽。所以我现在要重新开过一个 page， 不过不要紧，我们出来走，直到迟早要还的。我们这样怪懒，那观众一定怪懒了嘛？不要紧，我给你们，我重新开过一个。我们以前除了做跳舞，还有做 event 嘛，所以我就开了一个 Tomato ODD Production， 叫做 TOP。这个呢是另外一个公司做 event 的公司，之后就会看到很多我们做的那种大型 event 啊，什么 event 呢？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自己来玩的，因为新山啊没有东西玩的嘛，可能做一个艺考啊，泼水节啊，办个舞蹈比赛啊，办一个篮球比赛啊，这些东西咯。再加上新年要到了的话，人别的唐僧肉干又要再重出江湖啊，然后呢？在 MCO 之前呢，我又答应我的 brother 跟他一起开 Bad Good Day 唐僧肉骨茶，要在新山横行霸道，所以其实我很多东西做这样。为什么我会突然间想要好像要去做生意？就在 MCO 之前哦，我遇到一个很厉害做生意的人，就是这位，他叫 Jeremy， 他是我的人生中的一位恩人啊。这位老板娘呢很照顾我啦，好像我的姐姐一样，就她给了我一种很真心的在教我，要我好的那种感觉。后来我要做这个生意的时候，她就讲说她可以教我，然后她也可以跟我一起合作这样，所以我就跟她合作，也可能是缘分啊。其他人其实早期很多要跟我合作，其实我都不要了啦，就只有他，我就觉得哎 ，OK 的。然后这个老板娘呢，他还有一个弟弟，然后这个弟弟哦，也是教我很多，对我很好哦。我就觉得哎，跟他们合作上来很舒服。OK， 所以就是这样子啦，就是 update 一下给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会想要做生意。今天我还没有讲到我要去哪里，对不对？今天呢，其实我们是要去马六甲，去马六甲做么呢？其实我也是不懂要做么的，就是。我的这位老板娘姐姐的弟弟黑哥叫我去马六甲，他讲他有新的东西要教我，他们好像买了一间酒店还是什么，然后讲说哎，要叫我去过去看一下，所以今天我就要去马六甲去看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学，他们教我什么这样子啦，所以你们就跟住我一起 Let's go 啦。给你们介绍，这个就是黑哥。你先跟我讲，这是我们来马六甲上做的，你想要教我东西吗？要怎样去设备东西？有朋友的好处呢，就是适合标准的人带。我跟你讲，他讲的话哦，跟我一样啊，十句九句哦，都是不懂是真的假的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才看。现在先吃东西先，所以我们先做第一个试。2 hours later， 啊，请问阿黑哥，我们现在来这边做啊？我要交代东西，都要出来做吗？啊，奇怪，吸鬼剑！你看他吃一个饭，你看这边吃，哈哈哈哈哈。下来呢，他们要吃什么？那一袋啊，不是吃。你们注意看哦，他讲话他突然间这样，这样他的大牙背要上升了，我都不懂他带我们来这边是要做么嘞？你讲了一次，你讲了一次水肥。哎，你讲要教我做生意，你早上带我去看那个操场是要做么？刚才我们在车上不是叫你了吗？在睡觉了。啊、我要看你是不是要买那个草地来种西瓜哈？没有，要等他们的报告回来才可以肯定要做什么东西。所以你是要拿来做物质啊？
假如可以的话，为什么不？不是来种西瓜啦，我来种吊瓜，吊得两粒，中间下来一条。你不要看他这样生意人，生意人这样哦，还是跟我一样懒叫懒叫，等下讲这种有啊无啊厉害啊。Sorry 啊 ，No, I'm not a businessman、啊。你不是 businessman 吗？啊，我是斯文的，你忘记了没？然后看 YouTube 了，你叫怪懒架，我是斯文人。嗯、啊，斯文人，不然我帮你开个 YouTube 频道叫短牙贝嘛。啊，对。没事哦，没事。跟他学做生意，我帮我学得到嘛？哪里会学不到？学得到应该是。早安，我的阿伯 YouTuber。OK， 现在呢，黑哥呢要带我去马六甲的一个复古的酒店，那边有百间店，但是很多现在空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去拯救他的生意，我们去看一下要做什么东西，然后顺便看一下我们的 TOP 有什么 event 可以在那边做。OK， 所以现在去吃先是不是？吃啊，吃了我才带你们去看看一下。One hour later， 哇，这个哪里值一百间哦喂，这样多。老李贝，就这个啊，这样多间哪里值一百间？这是旅店还是？哦，楼上是旅店，哇，很多间呢，这边这个更够力哦。不过它一间店很小，这样而已、啊。哎，会也很小而已、啊，你看，鬼屋睡一晚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哇，这边很夸张哦，很多人已经来这边拍照了吗？像这种地方哦，把应该要进的店，奶茶店啊，卡拉 OK 啊，给它放进来，不好咯，就满满人了嘛。上面全部酒店，这边可以变成那种国外的感觉了。你看店这样多，你看，而且它有一个风格在，它颜色啊，还有它的装饰啊，这个地方真的是不错，因为它街够大又凉哦，很凉的嘞。你看那个风一直吹的，现在你看这样大的太阳哦，可是很凉的。既然马六甲没有人要把自己做旺起来，我们 TOP 就来这边，那乱下个怪来一堆，对不对？马六甲的朋友，这地方你们不要来咩？如果满店的话，你看这个太多空店了，你看空到完了。全部空到完整排，哇！这边你看，这样美，哇！哎、欸，你在那边跳档啊，一大堆人来问事情啊，哇，聊废吗？这样，它上面全部都是酒店，这边哪里会没有人来？怎么可能？我母顺，哇！它的那个店哦，后面是后面，前面是前面呢，所以它是两排嘞，四排，四排啊，哇，两边上升。来，哇，这边有一间店叫 Old School 的、哦，哎呀 ，Coca-Cola， 这是真的 Old School 的东西还是弄出来的古董来的、啊？真的没？你讲话一直讲骗话这样啊？我怎么讲骗话？就吃了，做那种小吃啊，豆花啊那种，哇，是真的很不错哎。如果新山啊有一个这样子的地方啊，哎呀，你看。全部空到完，这边来跳 Zumba 就浪费了啦。这边做一个夜上海的 event， 然后叫那种以前那种感觉，整个叉烧包 back to the old school， 在上面这样夜上海，夜上海，那把它弄成整个上海风，这舞台拿来跳 Zumba， 哇老喂，哇，而且你看它的那个椅子下面哦。有喇叭的哦，哎，真的很爽哎，哎，你看那个，哎，你看那个舞台，我们把它这边弄成上海风，然后过后在那边，上海，全部人在那边玩跳跳舞，哇，老级爽，我打广告就多多人来，早上你可以做那个，不要做这种，接下来来试。不要啦！不是，是大半就要不用。这个真的可以啊！这个晚上哦，你放那种霓虹灯啊，啊，老的来，年轻的来也好玩。哎，真的很爽，这边真的。是不是带机？多谢，拜拜拜。好，拜拜拜。所以这边做啊，做啊，我的给啊。OK， 所以之后看我们 TOP 表演了。OK， 拜拜。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我要回家了，因为接下来有很多东西要忙，现在再多一个这个东西我就不得空了。OK，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拜拜。